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一節天氣，我係蔡子晨。今朝早咧，由港島南區嘅鶴咀望出去，見到日出前後咧，天氣都相當之好，陽光都相當之唔錯噶啦。原來喺大範圍嘅衛星影像咧，可以見到原來一個晴空區咧，覆蓋住南海北部同埋中國東南部啊。因為依一區咧，正係俾高空反氣旋係支配緊。咁至於氣温方面啦，去到今朝早嘅7:00，見到天氣都幾熱啊，好多地方嘅氣温咧已經有成28度左右噶啦。我哋預計香港今日嘅天氣將會係天晴炎熱，市區最高氣温咧會上升到32度，而新界更加會再高1-2度添。大家如果需要長時間喺户外工作或者逗留咧，記住要小心中暑。至於風方面咧，會吹住輕微至到和緩嘅偏南風。嚟緊幾日預計天氣變化唔係咁大啊，因為高空反氣旋咧將會繼續為華南沿岸地區帶嚟一啲好嘅天氣。咁所以咧喺未來2-3日咧都係大致天晴同埋炎熱，預計最高氣温咧都有32、33度左右㗎。一節天氣講到依度，再見。